没有啦，就是电车就是这样。电车很多车第一年都打，大概打到七折。对啊，我那天买那 i4 就更惨。哇，蛮浑厚的。这么大声哦、喔！你这主委也做得太显眼了吧？大家好，我是红茶国际 Apple， 我们一样持续高价收车中，欢迎私讯我们官方 LINE 小组 HONGDA， 或是也可以私讯我的 IG APP 有一点 HD 888，买车卖车也可以找我哦。Y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宏达来收车，我是换图站直播中的邵文，我是文成。今天呢要去估车实录，今天要去台北的信义区跟桃园的这个平镇，要看一台 BMW 跟一台宾士。BMW 是这个22年的 i X40，哎，最近电车卖得很惨呢。因为我们 i X 目前还有一台，对不对？还有两台，还有两台，对，还有两台，再买一台就是第三台。卖不掉，然后这样收的话 ，OK 吗？卖不掉这样收 OK 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价钱跟价对，要加、OK、又要来两个月剃头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上次那个两个月剃头就过关了、啊，对不对？轻松过关，轻松过关呐、啊！再下一个图数大一点的，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不行啊！我想现在的这个市场状况，两个礼拜真的谁也没把握。但是因为主要是你说为什么会再买，是因为这台车里程只有18000，然后颜色是黑色的，就是比较正常的里程数也不高。然后呢，原因呢，感觉呢，车主应该是有问过原厂，然后原厂应该是已经帮我们开路了，就是原厂已经有帮我们打击一下车主的信心，因为这个价钱，老实说跟前几个月比，应该少了20几万，跟我们前几集的 i X 比较起来，应该已经有差了20几万。那应该说该怎么讲？遇到这个里程数低的，如果说价钱有更新到的话，还是得买啦。对啊，因为这个车型，老实说，我觉得是不难卖的。有就以这个车型，新车型空间又大，然后现在如果单价不高的话，我觉得是值得让我愿意试一试。两个礼拜不行，两个月我可以。好吧，第二台是这个153 Coupé。啊，153 Coupé 哦，改得非常非常的帅，等一下下午带大家去现场看就知道。只是就是，临门一脚，差一点，里程数有一点高，跑7万多。那改装品那些有加分？它改的其实还蛮……改装品有加分吗？就算是跟里程数有点 balance 掉，平衡掉了。对啊，因为这个车感觉它很用心的照顾啊，只是因为里程数的关系，老实说，等一下可能开的价钱不会太高，因为店里面有一台1400 Coupé， 他躺在那边很久了，都没有人发现。还有在车哦，你刚刚坐的办公室在就旁边，就他角落那个位置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就是跑7万多。对，就其实这个里程数对于买这类的车子来说，其实是有一点点高，但是因为他有改装，看能不能说，哎，价钱不要太高的情况下，买到一个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价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出发，先去看这台 i X40。其实我也老实跟你讲，其实现在估的价钱跟我们几个月前已经有落差了。对啊，跟我们几个月前估就已经有少了，可能少了20几万。但是原则上会少，其实真的是我们这个车很大的因素也是跟着原厂的报价在走。就是如果原厂报很低的话，我们也会跟着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比他们，可能还是会比他们高一点。339，但是就是现在变成有折扣，那折扣可多可少。我那天遇到一个订 i X50，他跟我说要折扣10几万，有吓到我。但是他可能他关系很好吧，我也不晓得。17900嘛，你在一年才开8000多9000。大哥，你前面这个应该都没有烤漆都没有换哈，因为他前面这块是不能开。对啊，都没有哈。好。那就车况没有问题，而且你是不是车上东西都收好了？你是准备要卖对不对？那你车子你有大概想要卖多少钱吧？我觉得就是我们电话里面跟你讲，我们大概就是抓220。对啊，也是我们的极限，应该是有比它高，但我觉得也是高一点点，我猜他们应该也是210几的，因为我们那天去买 i4 原厂是210，宾士原厂215。我们买216，所以说真的有比人家多了，但是就是多个可能个位数几万块。其他因为其实估这车就很简单，因为
它都标准配备，所以我们就是看外观颜色跟内装颜色啊，反正你黑色黑内就是最基本，也没什么好嫌，也没什么好扣啊。设置我刚才选了一下，也没有什么刮伤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要代修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没有啦，就是电车就是这样，电车很多车第一年都打，大概打到7折。对啊，我那天买的 i4 就更惨。对，啊这个车就。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你也比较过了，对吧？大概是我好奇他们是说多少，可以知道一下。216是哈，那也是多个几万块。216，好神奇的数字，为什么是六千？他怎么没有报整？为什么是六？他应该是有，他是原先有喊你要跟他换车，是不是？好奇怪。我觉得应该是他有跟你喊说，你假如要跟他换车，对，大概就是。其他没有什么。那我跟你写一写，其实车况都不错，就是里程数比较多。你要跟你坦诚一件事，好，你来看一下这边。这边是很有卡的，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它就凹了一块，然后去凹痕修复把它拉出来。拉出来就对了。你还有当初的照片吗？凹的那凹的时候的照片。就是没有特别特别的照片。好。也没有掉漆，没有掉，因为它用那个卷刮拉出来，所以它那个漆油皮会掉。你说你买的时候里程数多少？28000，你大概开40000多嘛？22年买的时候应该是300多嘛，对不对？太细心了吧！我第一次遇到弄那 L 加一加，我靠，好像以前那个国高中那个讲义哦。他有那个爆胎，然后我们就换，但是那时候没有换最新的，因为我想说里程。然后我看一下你那天打的配备哈，应该改蛮多的，改一阶，动一阶就对。然后 FI 的排气哦，全断的就对了。那你原本的还有留吗？没有留了哈。然后方向盘哦，改 U88 了，因为我想要对，因为本来就长这样。啊，没有，家规是漏气警示，家规的胎压不会显示数字。OK。亮黑犀牛皮，然后灯膜嘛，熏黑的，然后63的包哦，哇，好凶，然后烤漆啦，大概这样。黄色安全带。好凶哦。哇，蛮浑厚的。这么大声哦。你这主尾也做得太显眼了吧？然后因为这个53的是那个直六的引擎，以前是就我们店里面14版那个是 V6 的引擎，所以它是新款的。它的保养是上次我保养的时候，应该是年初吧，就是保养时间的时候，它那个键值健康度79%。你说电瓶啊？应该是吧，不确定。电瓶没差啦，因为电瓶一般是看电阻值，这个倒还好。你60000的时候做过大保养。你有大概想卖多少钱？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多很多哎，主要是因为里程数啦。没有啦，因为其实店里面最近跟你聊的前几天，他又买一台153，跑40000多，里程数大概少你30000，然后他的出厂年份是就2019年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的金额如果差不多的话，然后你是双门的，然后配备比较多，你的配备比较多，可以来试看看。但说真的，我也没把握。哎，讲真的，要是这台跟我讲2个月剃头，我不敢。因为是里程数的关系，因为就比较挑人买。可是你说要再便宜，你我觉得也差不多就在这边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好啊！哎，我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其实看起来有一点点为难的感觉？你说最后第二次台53的时候吗？我今天这两个客人都好棒哦，都不要让我们加太多好不好？而且这个客人好像就你说了多少，他就OK 的。没有啦，因为这个客人有跟我们买过车，他也追踪我们很久，他也知道我们去年有一台跑70000公里的153卖很久。谢老板买。他也知道，他都知道，他都知道，所以就是主要就是这里程数真的是有稍微让我顿呆一下。可是大家也知道，我刚才刚回来，马上被大哥骂，
也没有没有骂，没有骂，讨论讨论讨论，我们讨论而已，讨论而已。因为今天不是周边普渡吗？对啊。他说他去三间店看一看，他觉得车辆很不够，车太少了啦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收回来。所以就算是有一点点风险，还是要把它买回来，好不好？只要车漂亮就收。就是对你知道，就是心脏要大颗一点，然后那个心里面再把尺要拿捏准一点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153不配，好满配的，然后里程数略多有一点点价差，然后跟第一台就真的第一台跟我心里面想的其实一样，因为我一开始都知道，其实 BMW 电车原厂最近应该是报的不高，就像我们上次不是去彰化，对啊，跟 i4 人家买292哎。才开半年，原厂才就开210了，对啊，最近真的都还蛮惨，认真啦，就是不是说我帮原厂说话，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库存也很多，对呀、啊，库存很多的情况下，报价怎么可能高，对不？对，要是说我卖得很好，我报高一点没关系，他们库存那么多，报的一定会很低，所以最近价钱是真的是有修正下来，但我们希望啦，希望我们依旧是价钱修正完之后，依旧我们还是最高的那一个。没关系啊，反正 这台车跟我们那E400，如果真的卖不的话，我们就派清仓，就给礼拜五。我一定比那个先卖的啦，E400我53呢、欸。而且这个外形，这个外观有改过。我大概只比那台贵300,000。53的，选对一定买这台了啊！要不要来剃头？敢不敢啊？敢啊，来啊！其实我想剃很久了啊，我就觉得很热。剃一剃就跟年轻一下的发型一模一样。两个月是哎、欸，两个月又一个礼拜。敢，可是现在民俗月、欸，可以啦，就赌一下、啊。可不可以让我农历月过后加一个半月？农历月不算，加两个月。啊，上来就两个月啊，出力啊啦，好不好？很出息，起码8月19号开始到10月19号。然后我10月26号生日，要是没有卖，我26号生日那天我就去剃头。哎呦，这个赌注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子了啦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要展现我们一个雇车的决心，好不好？都回来说都没有车，赶快这要这边扫，要雇车那边赶快 QR code， 或者打 ID 说你小老鼠 HNG 爹红来就找我们。好，换主要成功上上，反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，感谢大家，我们已经超过200,000了。如果我们继续迈向300,000，好不好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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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到时候会去泰国再拍一个正式的感谢影片，比基尼版了。哎呦，你也要拍吗？我也会啊，我也会啊。最小件的拿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OK， 感谢，拜拜。拜拜。